在大华三国之火烧新野中，曹操以没收撤水泵为名，夺油为实，向新野发动袭击。曹军在新野事件中损失惨重，刘备的新野城也变成一片废墟。而这里讲述的就是新野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。那现在途中左一是曹洪，右一是许褚，他们正奉曹操之命率领十万大军直捣新野，一场大战即将开始。有没有搞错，一大早就要人起床，我丫还没说呢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我们是要去打仗，这么多人，军官是不会请我们喝早茶的。打仗？为什么要打仗？告诉我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根据我的观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，不过我肯定和曹操刘备两个人有关。为什么？你没看见路边的标语吗？那写的是什么？我不识字的。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大概写的是不准随地大小便之类吧。军师，曹操的大军向新野杀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日上三竿，无心睡眠。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，可能寇老也睡不着。哎呀，我哪有心情睡啊？你说曹操的事情怎么办？哦，这好办，我们新野城人多势众，只要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，曹军那区区十万大军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早已叫我们的黄牌去稳住民心，招募士兵抗曹。我们就等他们的好消息吧。真的行吗？放心，关羽一身正气，一定可以感化大众的。保家卫国，匹夫有责，为国捐躯，永垂不朽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快走！老人家。你想当兵啊？老人家老当益壮，你一定是上有100岁的老母亲，下有3岁的孙儿，你不当兵谁来保卫他呢？谁来保卫他？谁来保卫他？咦，老头呢？我们还有智勇双全的张飞。喂，你当不当兵？我们还有青少年的偶像赵云。亲爱的市民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，万众期待的应征报名现在开始，前100名报名者获赠烧麦花生油一罐，新野超市五折卡2张，还有免费泰国3日游。喂，你的是什么花生油啊？一点就着火，我炒菜的时候把火烧成这样。最新报道，近日由于花生油价大幅上升，因此有些不良商家以逼人的劣质汽油来冒充花生油，以谋取暴利，请市民留意。不是吧？算了，曹军已到城门外，我们还是回去向军师报告吧。关羽、赵云、张飞前来报告。看样子你们的任务都完成了。我们失败了啊？不是吧？哎，新野城的市民都是野蛮人，没读过书的，一点义气也没有。就是，一听到曹军杀来，就吓得屁滚尿流，全跑光了。我们被骗了，用来收买市民的花生油，原来都是劣质汽油来的。听说城里好多地方的人炒菜的时候都失火了。现在整个新野城都烧起来了。小明怎么办怎么办？哼，这难得了我吗？我有一妙计。真的？
有什么办法？就是逃。大人，刘备他们知道我们杀进来后已经逃跑了，我们还缴获了一大堆战利品，花生油。花生油，好啊，我最喜欢用花生油炒菜的了。我今天好高兴，所以我现场给大家炒几道我拿手的小菜吧。大家想不想试一下我的厨艺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这油的气味怎么怪怪的？啊！同时，另一边的许柱也因为点着香烟而引爆了花生油罐中的汽油，整个新野城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。大哥，新野城烧着了，十几座豪宅一起着火，何其壮观啊！人生一火，让火烧了我。抢就抢了，不用炸火城吧。我的豪宅没了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火烧新野的真正内幕了。至于许柱进到新野城后发生的事，请看《大话三国之火烧新野》第3集和第4集。再见。